之前的视频评论区里，很多人说我的家庭定位是用这个换来了。我今天出来辟个谣啊，给你们看看我在家的真实地位。哎，肚子饿了，给自己煮碗面吃。他想吃自己煮，女人就是不能惯着。哎，那个突然不想吃了，给你了。看到没有，吃东西都只能吃我剩下的。在这个家，我从来不缺安全感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按时的把手机上交给我检查。冲了！在这个家，我有充足的自由，出门无需经过他的同意。现在就下楼转转，顺便丢个垃圾吧。你在干嘛呢？去厕所。像什么话？整个脸挤了一块块红的，不知道自己皮肤敏感吗？坑坑洼洼的，人都变丑，知道吗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嫌弃你，我还给你买了瓶悦木之源十倍灵芝修护水。哎，还算了，过段时间该出现问题还是出现。别啊，它这次不一样，来。它里面的十倍灵芝活性适应源就像消防员一样，不仅能给皮肤快速的灭火，后续还能防火，同时从根源上改善你皮肤的抵抗力，提高你皮肤的耐受性，让你皮肤更加的耐造。你快试一下。兄弟们看到没有，要学会高油并济，一个有地位的男人一定是一个疼老婆的男人。有没有发现我的皮肤除了变得更耐造一点，还更加不容易泛红了？有个好老公就是不一样，人都变好看了。昨天我要化妆。一个有地位的男人家里一定有一个每天为了取悦他而化妆的女人。哎，我的司机来接我了。好，我们没错，上车。来溜了溜了溜了。